往西点走呗，这铁定是要坐车的。小粮食怀表还摊一圈，加速了。刚才应该坐车去，坐车走的。这边讲道理，上一个小白驴。这就溜了，那你要撞就了呀。人挂了追，白给吗？啊！刚打好了呢，就过来试个伤。
有点炸。跳起来了，还真。前头去就抓你。大船没人，去海边了。娃娃，板子是真敢下呀，我的妈耶。海边炼金应该没有了，他娃娃在外面修，没了就算了吧，我无所谓。哎呀，拉距离了，不能追，这里要白给。把打针对了。守住这台机子。好像是失误了，准备接下来。
又灭失物了，何必谈了？早点不谈，现在谈。射了两刀，一个闪现一刀，一个平 A 一刀。不救了，不救了，那死追吧。哎呦，那个踢弹了，我想用是自动打他的。敢滑吗？还有香水的人，只要点亮了，说不定还就真就跑一个了。你搞了四个人，全是怀表。直线走吧，废墟就有人了。绕了，是空姐。空姐和佣兵，还怀表空姐呢？失误有点严重啊，问题不大，把 VIP 去。
假装控两刀，实则出手打，怎样？不打娃娃吧，即使他死了，娃娃那个佣兵也是能补的。又修不完，你们说两天还是这台，哎呀，炸了！确实是重新修了。Yeah.
难逃一贫啊。哎呀，让他跑了，有护臂有子。敲了小木屋，这脚印应该是他的了，直接追吧。我头铁，不好意思。不敢挂 VIP， 太远了。我以为要卖呢，可能没有不卖，还是要救的。鸟不给吗？想蹭个二级隐身来着，结果最后一秒的无人打就觉得 死了。还有佣兵一台，限制已经看了，看的是空姐。二级隐身抓不死你，空姐没治愈。空姐被摸好了，空姐想重新修，这边招空姐，先知在修中场，我还是想赢的，不想输，不想平，要交传送了。
哎，这波白给了呀！不然应该蓄力出的。用命也没治愈。没封窗，这小木屋是真难搞。真给他划过去了，这波要摸人就难受喽，修机子还好，他如果把幽冥摸好了再来救，就难整。没摸，这边机子应该要好的。幽冥想偷，你没护臂了怎么偷？还有一次。没了，吃人呐！他想摸人呢，两个人都没治愈了。哎呀，死不长记性，这个地方明明知道不能倒，不然每次往那边倒。哎，怎么空姐还有治愈啊？完了，这一夜回到解放前呢。跑不到啊，你跑得到我跟你姓。
哎，能四杀了，最后变三杀了，还好吧。我不去射击了，往前面走。一个前锋，一个魔术师。哎，我叫金枪干嘛？哎，手快了，我日！卡不住。好了，往红毯那边拉了。哎，这波金身交的真是白给。往里追，换个人，这边没机子，再追白给。鸟交不交？交不交？没人了，没人休息子。现在开始修了。怀表去，打得散一点吧。这把打针对必输，只能偏怀表了。最后一台空姐已经在修，目的是最后一台前锋没怀表。
这还不如带底牌呢，说句实话。 哎，不着急，我等一下出手，这两个出手都没放好。 强势救，我要死，游民倒了，差一台机子，强势的三连。 有可能是卖掉了。
哎呀，怎么搞这个出手？那个出手打到他就死了呀！ 等魔术飞，等魔术飞，然后直接传送。多方出手，看看位置吧。医院里面。 打了，打了加速了，走你！还是那么一如既往的穷啊，调香师。 可以追，我不能去挑那个基业石，挑不到我就炸了。这都没抽到吗？ 闪现拿刀了呀，不然这把就要没。你要不要套路你们？一级就我套路个锤子我。 这人我挂不上了吧？无所谓，再让他撞一次。来撞，让你撞，撞。那你死。然后把他挂了。 换人挂了。
这招这波挂不伤人，太伤了。等这波救人吧，这人还不能守，打个双倒走了，杀人呐！ 反叛镜改的是真的喵，重新修了，这我必须双倒了呀！ 断我句！ 二挂前锋，保安没电了。 开得开吗你？你倒是能跑。 不投啊！人家跳地窖呢，那地窖口子趴着。
总感觉这个结石在这个窗户这边等我的魔术。这八层结石在这跑啊！弹射机械。海滩板。还没闹，我卡你在这儿，不让你走了。这就丢两台呀，娃娃再丢一台，两个人再修完，这个人卡死就当硬仗了。我他这波要拦住这个，拦住前锋了呀。调完师偷了，调完师不修机子。炸了！这把是真的炸了。没了没了，这把留一个了。完了，还有怀表，我日你哥！
留不住了，这开局被摊板一直摊照了。这床是来摊第一跤，这是来摊第一跤呢，不是摊第一跤，这是在门口放香水烧分。调香水，撞脸了呀，还跑？这叫跑木马了呀！可惜我没带追力。带个怀表你能跑哪去？就一个单弹加速。加速没了，伤。追了，再见。哎哎。这么多刀，没想到他回来了。这干成老残了都。我他妈！没了没了没了，炸了炸了炸了！我还按了一下 Q， 真好。月亮河的诗真的该练练了，这桥特别是这个桥总是放不出来。
我是不是技能带错了呀？为什么开局会透视机子？怂一点。鸡怎么又来了？你不去抓那边的人，你跑来抓前锋。我就知道你要闪现，刚才退役没分，闪现还空了，你这把不炸了？谢谢随风的飞机，感谢感谢。满脑子闪现增收，知道哪学的骚操作？兄弟，往小木屋跑！哎，算了。帮你下板子，你还不乐意？你这个人，上头了，这个蜥蜴我没球，没球！哎呀，这别人先知道跑了。直接开枪打他！哎呦我的天！可以这样打中了，点啊！欠钱了，欠钱了。欠钱了，太惨了，该你一番。
走啊，这就当门框。何必呢？何必呢，兄弟？大型加速！真的是，手扳车给点力，强行是大船，前锋和先知。破秒，人没掉下来，有点渣。有点白给啊，
哎，这个厕所怎么回事？我人裂开了呀！这把触手是真的不给力，一点都不灵性，不按照套路走。小木屋应该是在这个窗口那边。哎呀，我炸了！哎，刚才能拿刀的我没去，没敢去他。
你是真牛逼，我的天！球开晚了，你敢信？真的是见过怂的，没见过这么怂的。差一台小木屋啊。有没有货币？真就百分百剧版判定呗。心脏，佣兵两刀，不是两刀，三刀，佣兵三刀。佣兵是三刀。加上这一刀四刀，啊？人傻了？没了。哎，这白给了呀，这个闪现。看跑了，感觉你这是个佣兵呢。我就知道，那故意给脚印的感觉就不得劲。娃娃，
这也太远了吧，我的妈！这都没打着，这把是真的没了。哎呀，真好！唯一的机会编到一个实体。我靠，是完了。有机会了，结石还不如不放，放结石风险大的一匹，要么三跑，要么就赢。万一技能要是没开起来，那不跑个马拉松跑死你，那就彻底就炸了。他直接就跑马拉松跑起来了，狩猎本能还是必须带的，不带的话要被跑死。这娃娃放出来吗？这是在哪呢？看见了，不好去，守势地吧。
急的一匹兄弟，出刀太急了。 触手全空，行了。没有狗和那个叉眼辅助的话，这触手很难命中人了。所以带闪现的话，基本上是平 A 流了，靠平 A 杀人。 怎么有个娃娃在这儿？我还有黑妹呢。 放旁边一点，感觉在椅子旁边的触手消得好快，不想放了都。
丢吗？这是狗的那一只。没有气球刀，我去。这波没卡位的话，说不定还能赢，这都只能往 P 区打了。哇，我都没放出手的这个绝力也会消失，那这绝力有卵用啊。两台机子都压好了吗？一把都没赢，今晚这出手，真的好呢，开局佣兵我日。
不是佣兵，他佣兵旁边还有一个人。哎哎哎！佣兵救了。啊！哎！我靠，人少了。
就完事了。什么东西哦？大房不好追，小木屋有人修。哇，这都没中，惊了我都。就玩你个蛇皮，丢一万台。前锋都把机子要好了，
打杰克真容易白给。那出手打啥去了？三台全在修啊。吃不完。
Ha ha ha.
跟音效吧。
难救的一匹，这兔子呢我就没了。完了，人没扯下来，我在那撞个蛇皮。现在气氛一度尴尬。兄弟，先把我捞了，我有怀表，说不定还能挽救一下。哎呀，吊死惨呐！明明看见扯下来了，结果人没扯下来，我去撞了一下，我真是醉了我。人没扯下来，回到解放前了。